玫瑰厝的优点是租日紧、价上俗，即马非常受到欢迎。尤其随着技术甲设计进步，即马玫瑰厝哦，定改造是民宿或者是餐厅，美观又搁实用。师傅等下无闲，为玫瑰改头换面。为伫花坛乡的一间玫瑰改装公司，按设计讨论到改造安装一条龙的服务，提供予民众无同于一般建物的选择。业者廖先生表示，玫瑰原本流行伫国外，随着时代潮流，国内近年来也相当盛行。无论是商办空间，也是餐厅、民宿，拢深受着民众喜爱。即卖咱的客户吼，拢较注重即个生活品质吼，啊嘛。开始咱迄、那个，甲迄个美国啦，甲外国吼，较会同步吼，所以较早货柜屋是一个避难的工具，还是仓库，但即卖变做做一个休闲，还是住家，哦，还是一挂餐厅吼，啊，办公室各方面的即、這个拢它使用吼。改装时间极短，安装快速，也是货柜的一大优势。正常讲啦，二十七大概头三工啦，啊啦，迄、那个。四十尺大概头一礼拜左右，啊，你若比如来讲有无，像若讲咱迄个，若讲业主有特别要求，讲啊，要搁另外用啥物有诶，无当然时间来搁拖长去安尼啦。较特殊诶，比如来讲，啊，着两脚几啊夹做社会啊，或者是说，吼、哦，因为两脚相夹，或者是说讲有一二层楼安尼啊，啊，然后外面有阳台啊，吼、哦，原则上着是讲，咱比如讲木工园艺啦，啥物嘿，迄种大概拢有法通做安尼啦。透过国内这几年对设计重视，玫瑰设计改装，和现代玫瑰跳脱出较早外观简单、品质无好的印象，在高设计时代，也让民众加了其他大选择。中华新闻罗富玲、詹米彩、花旦采访报道。